主持人好，还有我们两位黑旋风，来来来来
来，赵总监，哇，在这边我们的总统还有正式长还有所有的长官，你知道在底下都已经开始摇摆起来了。我们在两边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里呢，要先跟总统还有现场的贵宾，还有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搁电视机边头前的观众朋友呢，大家讲安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上少巴桑阿姆哥。 你两个叫我小凤凤就好了。啊，今天呢，这两位是黑旋风，住宅环原住民朋友，你家自我介绍一下。要不要跟大家打招呼？大家晚安，我是黑旋风的吉他手，我叫佳庆。欢迎，欢迎，佳庆。大家好，我是黑旋风的鼓手邵莹。好。哎，美凤姐，我发现你这一段的演出真的是好有特色哎。 把我们的民谣到经典歌曲一直到我们原住民的歌曲全部串联起来嘞。而且呢，我必须要说的，你过去吼，差不多二三十年前，我常常参加这个访问团去海外宣慰侨胞，去到美国的时阵，有一站，对我已经过休两点钟久，我就去边啊店嘛，踅街就买了这一点。 它是印第安人的这个艺品。然后呢，我就买了。后来我发觉，不管你什么时阵买什么物件，还是翕什么相片，拢给咱每一个阶段满满的回忆、美好的回忆。带上这个，我就想到我先为侨胞，哇，好开心。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侨胞来到这边哦，欢迎，欢迎，而且呢，今天也真欢喜。 我跟黑旋风生日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咱台湾生日的晚会，感觉足荣幸的，足感恩的，而且要祝贺咱台湾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哇，你可以看到美凤姐出来就是诚意满满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她今天全身的行头，很厉害哎！ 安尼总监呢吼，我为个要叫紧，我赶紧的送到等等。安尼，阿哥继续呢，给我安排几台，这部，所以我家这段时间先交予家这两个交予您。好，来去小准备一下。有一个惊喜，大家可以期待了。是的。那我们两位黑旋风刚才跟美凤姐在那边，真的，她的那个美艳逼人哦，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讲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刚才都讲不出话来。太漂亮了。太漂亮了哈。尤其是她的本人散发的那个霸气。 对，真的，因为凤姐特别留这个时间给我们，是，因为她怕大家以为这个是什么跨国合作哈。对，其实我们是来自屏东菲律宾乡。耶，对，不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觉得两位其实你们自己哦，就是来自于我们原住民啊，就是排湾族跟卢凯族。对，其实这两族的特色都是。 勇士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肤，我们不是肤浅的人啊。是，绝对不是肤深的人。你们是很有深度，对，很有深度，很有深度。我们有深度，但是忘记长高度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身高不是问题，但是我现在要考考你们，16组里头哪一组唱歌最好听？哎呦，这个问题，这是他们智商残杀，怎么可以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们是公平公正，一定会讲出实话。 我觉得很公平哦，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台湾族跟卢凯族了。当然就是站在台上这两位啊，真的，其实大家都各有各的特色了。是了，没错。那你可以讲出他们的特色来吗？像我觉得台湾族就是可能转音比较多一点，是。那可能阿美族的高音就比较多一点，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像我们刚才唱那个啦啦咿哟啊咿啦，他就一直转来转去这样子。哇！哎，刚才可以给我一点掌声嘛？掌声，掌声。 哇，很开心，因为像我们卢凯族的话，来，你唱一次。卢凯族，你唱一次，我表现一下。我唱一次，你是卢凯族，没有，你是卢凯族，我想表达的是唱一段那个卢凯族。好好好。 掌声鼓励一下。对哦。
对，我们先只能唱一点点哦。是。那其他的你们就自己来看我们表演了。对对对对，留给其他的时间，对其他的时间。哎，他们这样默契这么好，我觉得应该成军蛮长一段时间了吧？对, 对，因为我们昨天在 Seven 买东西刚好遇到了，就不然今天就成军啊。说真的啦，今天登上了国家级的电视台，我赶快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原住民就是天生的开朗，而且我觉得幽默感哦，就是这么的自然，而且我觉得有他们在就是很欢乐。所以合作了几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们了，我们大概 Seven Eleven 算一算就算四小时啊，二十四小时，对不对？大概九年，2013年到现在，2013，对，那也快十年的时间。但是2018年才正式出道。对是是 是, 是，可是你们两个看起来很年轻哎，所以那时候大概五岁就出道了。哇，今天主持人都好善良，太善良，太善良，太善良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大概差不多30了，差不多。哦，对是是。我说脚的长度。好像你们今天就是有特别设计一些歌曲要带给大家。哦，是，今天真的很荣幸能够跟凤姐合唱，对，然后我们待会会带来一首她相当经典的歌，也是我们很喜欢的歌曲。对，哇，我们为了这首歌真的是把台语硬练了好几遍，真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本身不太会讲台语，对，但是因为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是我们的荣幸，是，对对对。所以练了多久？大概24小时，不止，对，大概好几个礼拜都在练，因为咬字的部分都在矫正。是哦，尤其是要跟美凤姐一起唱，对不对？这压力就更大了，太大了。你看这个美凤姐一出来，她所有的设计行头到演出跟眼神都是完美的哦。对，我们连服装都是姐姐帮我们设计，真的哦。对，让我们变得比较像人哦，是难得像人了，对，难得了，对对。哎，当初是怎么样会？一起合作的，好好奇哦，这个缘起是怎么样？是照顾后辈吗？还是说，我们是一起参加一个公益活动，对，公益活动，我们都有在一起表演公益活动，然后刚好我们的演出，我们是跟那个刘福柱大哥，小刘哥，小刘哥，对，他就觉得那种，一起合作的感觉，他就很喜欢。那这次跟美凤姐呢？哇，这个又是我觉得两位前辈都相当的厉害，是，对，然后跟凤姐合作，会觉得她一直给我们一个很温暖的感觉，反而不是压力，就觉得她一直很在叮咛我们啊，要怎么做怎么做。对，对，其实我觉得在他们的演出当中，就是一个我们台湾文化融合的一个完美的呈现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你看美凤姐她的这些精神呢，就是非常台湾的这什么的雄帅的欧巴桑嘛，对不 对, 对？所以所有的特色，这种所谓毅力跟魅力都展现出来，配上我们原住民他们带来的音乐跟天籁的合音，绝对是完美的。好，现在要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？带来这首最经典的《黄华龙喜邦》。哇！掌声欢迎！好，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。谢谢。咱都是听到一个无声的人，当作是注定红尘一场乱梦，偏偏为你梦也受伤，伤的人伤疼痛。黄花龙喜邦，一暝梦拢看无你的人，阮的心
来平安。